瞧不起哪一天你的男朋友把持不住自己，就真的跟别的女孩子走掉了？你试试。你要是这么聊天的话，那我真的觉得我应该试一试了。高文博，你要敢跟别的女孩在一起？怎么样呢？我爱的是你。最坏的我们，我也是。最好忘了吧。